由文化部与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合举办的马来西亚2015年台湾文化周登场，过去曾到日本、港澳举办，获得热烈回响。今年首度到马来西亚举办，也受到大马文化政经界支持。第一个表演啊，是透过影像，各位看到这个摄影展黄世尚老师的摄影展。那第二个表演是透过音乐，王星星的星星男馆，各位可以看得到。那第三个表演是透过戏剧，是由国光剧团的融合新旧传统现代青春谢幕一个戏剧表演。台湾文化周展出包括现代京剧、南管乐曲以及摄影展，整体以台湾传统文艺巡礼为主题。我想把台湾的传统文化，然后跟生活面貌，透过这一组作品，里面有戏曲，然后有庙会，然后特别是还有围绕着周边的一些人文活动，那让马来西亚在地的朋友去感受一下，台湾这种社会里面的热情、长命文化。透过影像、音乐和戏剧形式，将台湾传统文化和艺术呈现给大马民众，也期盼借此增进台马文化艺术的交流。